我叫杨彩婷，目前就读圣心女中，第一次段考校排第六名，第二次段考校排第五名，直到现在校排第一名，是因为计算补习班的教学能够让我专注于老师上课的内容，遇到问题能及时提问，而老师也能快速回答。我认为计算补习班的教学非常符合现代小朋友的需求，我希望我未来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。